神赐爱语，活向恩主。聆听爱语，安然自处。神的爱语读经系列，我是戴启华。今天的主题是遵守圣言的有福三。经文选自环球圣经译本，马太福音7:24-25。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，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。大雨倾盆，河水泛滥，强风吹袭，猛击那房子，房子却不倒塌，因为它建基在磐石上。箴言29:18。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恪守律法，就为有福。